广泰公家人。Hello， 新年春吧，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哇，咁多人啊，原来系梗系啦，欢迎晒两位。食緊嘢嗰啲咧，叫埋 food court 嗰啲食緊嘢嗰啲落嚟啦，一定會。尤其是你哋兩位上咗台之後咧，呢度好快就會逼到滿曬㗎啦，我肯定。首先，新年新開始，咁啊，祝兩位新年進步，心想事成嘅，大家都俾啲祝福我哋現場嘅朋友啊。最緊要係身體健康，開開心心。冇錯。我知道新嘅一年咧嚟緊係豬年，祝大家豬龍入水揾多啲。望方面咧，我哋係收曬啦。咁啊，除咗願望之外咧，今日我哋仲有另一隻字，係個夢字啊。其實我哋成日都講咧，哦，好啊，我哋成日都講咧，即係有夢想係一件好緊要。你望我呢個位置答咪啱噶啦，係啦。好，因為夢想係好重要噶嘛。反而咧，我好有興趣想問下我哋今日兩位嘉賓，如果我哋回到童年時，童年的意思是什麼呢？講的是幼稚園、小學的階段、OK? 你們當時的兒時夢想是什麼呢？我的志願是什麼？廣培、嘉欣，我怕你們笑我啊，不會，我實笑的，因為你不用怕、開心而不是笑啊好壞啊，接下來跟你拍的那麼對我是好啊，我祝你願望成真我呢係啦，話俾大家聽啦。其實我好少提及嘅。其實我細個我的志願咧，就係、是、做一個幼稚園老師。係，真係咁有童年嘅嚟。喂，你做咩咁多埋槍等緊你啊？呢件事咁有抱負，好好啊！因為我好中意小朋友㗎。哦、我好中意，無論幾多歲嘅我都好中意嘅。明白明白 ，OK。廣佩啦，廣佩，你嘅兒時夢想係乜嘢啦？好未講。我就比較天真少少嘅，做超級英雄啦。做超級英雄，我 OK 喎。唔係嘛？男仔個個都想做超人㗎啦，係咪先？拯救世界唔係咁，但係點解你想做超級英雄呢？總有啲原因㗎。因為細個時候睇好多啲卡通片啊、漫畫啊，就奔逃咗咯。哦，係。但係而家嗰啲小朋友係更加幸福，就係可以睇 Iron Man 啊、嗰啲 Spider-Man 更加正嘅電影咯。OK， 咁啊，所以有好多好多唔同嘅超級英雄喺心裏邊啦。好，喂，咁我想問下嗱，兩位嘅兒時夢想，咁啊，大個雖然就冇直接實現到啦。我諗我就算幾多歲都實現唔到嘅喎。我都唔係嘅，好有機會嘅。你我一陣見大家，你嗰個褲嗰度著得特別啲咪得咯，你即刻會變超人噶。可以入去換衫，將嗰個褲著翻出嚟就 OK 噶啦。係啦，條褲先，嗰條褲咯。係啊，而家咧啲小朋友好幸運，就係佢即係買玩具咧，係可以好多 costume 面具啊，係蜘蛛俠嗰啲噴一次都有噶。係，以前我哋冇嘅。有大人版噶，係咩？係啊。咁啊，下次 Halloween 我有冇人好想期待啊？廣佩爾呢個超級英雄做完出場啦。咁而家未到萬聖節啦，萬聖節再請我過嚟啊，我就會換衫俾大家。到時咧，我哋就會獲得一個超級英雄同埋一個幼稚園老師喺台上邊同大家見面噶啦。喂，喺度翻返嚟我個問題先。嗱，雖然話咧，即係做超級英雄同埋做幼稚園老師咧，暫時就未實現啦。但會唔會都有諗過啊，可以喺戲劇裏面實現一下就好咧，或者綜藝節目裏面實現一下都好啊？我覺得唔同噶，係啊。因為如果當我哋現實真係做到嘅時候，可能長啲啊，拍劇可能係眨下眼一日做幾個鐘就冇咗啊嘛。啊 ，OK， 係咁啊，係啊，因為做呢份工幾好喎，做幼稚園老師做幾個鐘就收工，幾好啊！你咁開心㗎？係啦，佢呢啲佢講緊嗰種就真係演員版嘅。而家啲老師辛苦㗎，即係收工仲要翻去改稿啦，好攰㗎，仲要備課咧。係，所以咧，所以我而家問佢，佢主要就係想話俾你聽，係啦，其實你而家嘅工作上面咧，其實都係真係同做老師都差唔多，即係其實一件24小時嘅工作，因為你無論對住學生啦，或者係做藝人啦、拍劇啦，其實都係一個好長時間嘅工作嚟嘅。咁啊，廣佩咧，有冇機會啊？喂，啱啱講咗呢個超級英雄真係可以喎，有冇啲劇啊可以即係又做下啲穿越啊，做下超級英雄咁樣啦？我睇見嘉欣對上嗰套劇殺手拍得咁辛苦啊，覺得。因為你做超級英雄咧係有超能力噶嘛，係刀槍不入噶嘛。係，但如果拍劇佢扮超級英雄咧，係應該係周身傷嘅，睇嘉欣就知噶啦。我係唔介意俾大家睇我個疤痕嘅。哇！哎呦，仲未好翻啊！身體係唔係好容易嘅？OK OK， 咁雖然我都係嗰句啦，大家期待住阿何廣佩有朝一日著嗰啲好緊身嗰啲衫出嚟扮一次超級英雄。好似我哋要出三角褲，頭先聽。咦？
開咗出嚟喎，本來大家都係講緊嗰條褲嘅啫，而家佢突然之間開咗一段出嚟。我嚟緊同佢拍旅遊節目啊，跟住佢就話要操啲肌肉，跟住着三角泳褲。係，好啊，咁到時哇，到時去我 IG 嗰度睇啦。唔係，我着三角泳褲，咁你係咪着衫？講到呢一度咧，不如我哋都講下啦。2019年咧，除咗喺拍劇之外啦，有冇咩工作大計上面嘅都想試下做啊？咁樣咧，啱啱咪講咗咯，着三角泳褲同着衫，係啦，同埋着衫，係啦。穿衫不是大計嚟喎，日日都穿衫嘅喎。講到呢度好想講。認真啲先啦，2019年大計。係啦，咁我就啱啱就拍完一套劇集就叫《殺手》啦。咁其實對我嚟講係，我覺得2018年最難嘅事啦。因為即係打到周身傷啊，我冇諗過，即係又要聯針啊，隻手指尾條筋又斷咗。咁我冇諗過，因為由細到大我都好怕痛。亦都係好易喊嘅，我冇諗到原來我又當真正去經歷嘅時候，我又冇嘢喎，完全冇喊喎。呢啲咪要長大咯，係啦，即係會覺得一嚟可以做到一樣自己咁想做嘅工作啦，咁想做嘅角色啦，咁變咗嚟緊呢一年，我嚟緊就三月會拍劇㗎啦，係啦，即係好快，咁而家都開始要做定功課，係啊，你拍㗎，我拍㗎，係喎，好似又係你，好煩啦，真係對唔住你。其實佢一上台第二句已經講咗呢件事情，係啊，好彩你冇最有自己老師，你個份唔記得咗。我淨係記得係啦，同埋要拍旅遊節目嘅，因為我對上一次拍旅遊節目就應該係我啱啱入 TVB 嘅時候。幾多年前啊？呢啲冇問題啦。其實你大過我嘅，你係咪想我講你嘅年紀出嚟？其實我唔知嗰時大家有冇睇嗰個節目叫做《日本東北感過劑》啊？係。嗰時係同周國賢同埋 Juno 拍噶，已經係十年前咯。係。估唔到要等十年先有機會再拍旅遊第七，係同佢拍咯。估唔到，好失望啊！經過十年之後，個 level 跌咗咁低啊！喂，講呢啲，阿廣佩你都講啦，2019年嘅工作大計先。你繼續講咧，其實你2019年發生嘅大事兩件都有我份嘅。係啊，連今日第三件事都係同。因為好開心啊！因為可以嚟大本營。耶！我2019年最終同董嘉欣一齊過。耶！好啦，我覺得台上面都無謂傾落去啦，而家我都傾到好迷失嘅，你全程都冇乜答嗰啲嘢。不如咁樣，阿廣培唱你歌嚟聽下先，轉頭翻嚟我哋繼續。咁突然嘅你轉 channel 轉得？係啊，唔係因為我睇時間做人哋夠鐘，我就要即刻做下一個 item。交俾你啦。好，將時間交俾廣培。大家有冇睇《跳躍生命線》咧？真係咁好睇？咁中唔中意傑仔呢個角色啊？多謝大家先，咁送俾大家《跳躍生命線》嘅主題曲《無謂的肩膀》。
得你最后结果，只可望眼望远方，沉回的心跳如阳光，顷刻掀起我无惧与浪，无畏的肩膀，全力拯救会中险况，能凝聚盼望，我们无惧跌宕，更高的山也要勇往，凭着心跳发挥着我硬朗。无论伤痛过失守过，仍怀着盼望，我们无惧跌宕，更高的山也要同往，长夜黑暗也必将渡过。多谢大家对《跃跃新未知》的支持，希望可以有续集啦。Thank you。多謝廣配，願望成真都是那句，好，請廣配休息一下先，唔該曬。好啦，跟住落嚟嘅時間咧，喺台上邊呢一度，我哋準備咗一個特別嘅演出送俾各位嘅。今日我哋呢個。